铃儿响叮当，这支舞蹈一共分为四个部分，先来看 A 部分。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。这部分动作都是重复的，首先左脚右手推出去，手不要上下，直接就是前后的一个运动，前后，这个是高的，下边这个时候主力腿蹲下去，把这个幅度做出来，不要直的，蹲下去就可以了。 B 部分，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。这部分动作开头没问题，我们在四的时候提前要做一个准备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大提前抢拍，五、六，后面也是一样的，要注意抢拍，大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后面动作的时候往右走，身体退回去，是幅度小一点身体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大幅度翘屁股，小幅度娇羞一点点，然后幅度的大小要做出来。 C 部分，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，重复，七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。在做这部分的时候，手摇起来动作都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感觉我们有滑雪的感觉，首先放平，滑的时候脚底下左脚踏右脚点，全脚半脚，全脚半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踏点步啊，一，先可以练习的时候这样准备一下，全脚半脚，全脚加速，哒哒哒哒，身体其实在旁平尾，如果这样做就不好看，加上哪儿了呢？没错，旁腰。滑雪蹲的时候手扶脸， D 部分就是结尾，非常的简单，有一个绕，五六七八，绕一圈，手甩下来，然后随便摆任何的一个造型，结束就可以了。绕的时候手从上方左转到右，如果能加上我们的胯就更漂亮了。